襄阳市区沿汉江两岸展开。安大爷的餐厅在一条小街上，这里曾经是汉江的老码头。这两个湖，又是一儿清贫。小店不大，却有上百年的历史，经营的大多是回族小吃。上世纪初，安启斌的父亲从山西来到这里，无论小店还是家中，他们依然保留着山西的口味习惯。家常的牛肉臊子面，一勺牛油必不可少。这个臊子啊，坐在这个面糕头。牛油的动物之香让清水面瞬间变得浓郁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这种源自北方的风味已经完美融入襄阳。汉江流过襄阳这座老城，容纳了像安大爷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，也汇聚了八方的风味。不过有一种食物30年前在襄阳诞生，到今天它几乎统领了本地人的口味。凌晨，城里的面条作坊开始赶工，主要产品是湖北常见的碱水面，这是襄阳需求量最大的早餐食材，平均每天消耗超过100吨。同样在老码头附近，这家店一早就排了长队。老板娘朱艳玲熟练的汆面，码放浇头，平均10秒钟就要做好一份。作坊送来的碱面煮到70%熟，混入植物油，用筷子高抛翻搅，同时借助风力快速散热，防止面条表面粘连。面条外层已经熟透，呈现半透明的胶质，内部只隐约留下一条坚挺的白心。只需要汆烫3-4秒，碱面就可以全熟。这个时候加入滚烫的汤底和臊子，趁着刚出锅的热气，满口都是最美好的享受。在这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中，至少有1/4的人每天清晨都会选择这种面条，人们还为他找到了一个搭档。换酒，换酒，来，还换酒，大碗，大碗。襄阳黄酒，
有着糯米发酵的酸甜和几乎可以忽略的酒精度，一个清淡，一个浓烈，它们是襄阳早餐的黄金组合。然而要探索这碗面真正的风味秘密，还要从汤底说起。回到朱艳玲的小店，他们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底，基础工作交给丈夫龚老三负责。提炼好的固体牛油一块就重达10公斤，加热，牛油融化，蛋白质、氨基酸和糖类降解，散发出迷人的汁香。温度进一步升高，调整火力，把热油泼在炒好的辣椒上，数十种芳香物质尽情释放。要让牛油和辣椒的风味完全融合，还需小火慢熬。每天龚老三都要守在锅边照看1个小时。静置一夜，红色牛油的风味物质凝敛沉淀，质地也变得像豆沙一样绵软。很快它将释放自己真正的魅力。顾客越聚越多，朱艳玲不断向骨汤中添加牛油，保证热辣的油脂覆盖整锅汤底。为碱面铺上一层牛肉臊子，牛油汤底注入味觉灵魂，地道的襄阳牛肉面大功告成。牛油不仅提供强烈的风味，也是厚厚的保温层，可以让汤汁长时间保持烫口的温度。除此之外，浇头也可以有多变的选择，不同部位的牛杂提供软烂和脆弹的丰富雅感。即使是素淡的豆腐和海带，也依然有极致的辣爽。今天，襄阳牛肉面已经声名在外。简简单单一碗汤面，不仅汇集了能量、美味和便捷的要素，也杂糅着从秦岭到长江的口味。透过它，更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曾经喧闹的过往。